哈喽大家，欢迎来到小白爱是疯狂在你游戏实况。那说说一阵子没有听到这句话了。对，那我们今天就穿这件吧。好像有一阵子没有穿它了，其实有穿没穿应该都差不多，因为不常用，不常用它的觉醒。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的录影状况，那就是可能会因为有些事情耽搁，所以可能会出稍慢，但是不会那么慢。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猪鼻子，我听到猪鼻子在哪里？算了。然后就是这几天那个就是录影的状况，就是我们球体会重新录制，就是需要再找个时间重录，因为主角是不能死的，但他还是死了。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我们还有那个什么消逝的记忆，目前消逝的记忆已经可以算是完成全部的录影喽。对，所以剩下的结局也就麻烦其他各位试试看喽。对。那么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那个秘境生存，对，大家一直在等的秘境生存。那么因为秘境生存它有些时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配合，因为毕竟很多事情嘛，对，所以可能不见得会继续出。对，那如果不见得继续出的话，可能影片就会删除。那如果可以的话，这部分还要再讨论。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影片就不会被删除。对。那如果真的被删除，那表示已经不会再有后续，也就麻烦各位不要再一直询问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资料，就类似 RC 账号或者是电话号码等等之类的，千万不要再PO 了，因为毕竟那是自己的东西。但是如果 PO 了，损伤的并不是由我们来负责哦，或者是你可能。那是什么收到什么电话，那也都不是我们打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是不会，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直把自己的东西公布。对，那么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也都不做一切的负责，因为毕竟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会，就是我们不会提供我们的个人资料和一些就是个人资料。对，也麻烦各位不要就说请加我 RC 等等，我。没有必要的话，我是不会加其他人 RC 的。对，哦，好痛啊！对，也希望就是不要再一直哭了，因为最近好像发生很多类的，像加好友，或者是希望加脸书等等这些讯息。我们是绝对不会向外提供我们的个人基本资料。对，所以没错。哇，我连拉个按钮也会被射箭。哦，美丽的蜂窝，哦，旋蜂窝，对，好，就是这样。做以上提醒，麻烦不要再，对，不要再PO了，要不然什么变态诈骗集团要跟你勒索些东西，我们可是一切都不负责的，对啊，也就麻烦大概这样子了，对，这样子的话你也帮到我一个忙，就希望大家不要一直PO自己的账号，对我就是在强调，千万不要再PO自己的东西了。对，因为自己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如果一直PO的话，真的，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不见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是你自己要PO嘛，我们也没办法。对，所以千万不要再PO了 ，RC 账号等等，那个都是自己的宝，自己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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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的东西。哎，好漂亮的旋转暂停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再PO了哦！我今天强调喽，我今天很强，不美丽的花，我今天很强调喽，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就继续玩我们的游戏。然后话说，我一直在讲话的时候，一直有变态在偷袭这个空中的东西，真是太可怕了。然后大家会发现最近的那个新的生存，那个麦斯挺的生存日记。对，这是新的系列，然后至于它要怎么进入，也就麻烦你们到官网去啦。来，附注，这是需要正版的哦。那么以上就是这些系列的一些问题，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在那个评论上说，然后我会亲自做回应。也再提醒，我们只会在评论
我们就只要在 YouTube 然后脸书粉丝团这个部分才会有真正的讯息，但那其余的呢就不是了。对，也就希望不要再上当受骗了，像是网贸等等问题咯。对，请问要记住非常危险哦，可能因此就被骗了，然后就会贿赂一些什么钱钱之类的啊，那个都非常危险，哎，就麻烦不要再被骗了。我们是不会提供资料的哦，我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不会提供任何资料，也我跟他讲，不会提供任何资料，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资料，除非有必要，但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然后我们现在也开始就是进行客制化的部分。什么叫客制化？就是想说，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游戏呢，你觉得这不错，也很棒，那么你可以就是贴个网址或者是一些讯息。那怎么贴呢？很简单，你就直接把游戏的介绍直接贴在那个，不是贴在那个，就是你可以贴在 FB 的粉丝团网页，然后我们的E管理员就会进行审核。那如果通过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你，然后我就会把推荐人，就是你的名字，例如，其实我不知道，例如叫，假如说爱丽丝好了，爱丽丝她推荐我一个叫爱丽丝游戏，她自己的游戏啊，我觉得好赞，那你就可以写。我推荐什么什么游戏，然后官网介绍，对，然后就是对，就是他介绍，就是大概这样子，嘿，这样都可以哦。或者是你觉得哇，这个很赞，然后记得只能用 PC 游戏，只能用电脑的，其余的都不能哦。对，目前还没有到例如手机游戏等等之类的，这些都还要在对，还在做讨论，对对，也就希望你们。多多的参与，对，但也不要太多，毕竟人是有体力的。好，那我们继续玩吧，讲好多、可能你们会觉得我呱啦呱啦吧，好吧，我们就好好玩我们的游戏，不要再呱啦呱啦的，因为该讲的都讲了，那如果还是有事情发生，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再强调一次，不要，千万不要再把自己的资料贴在那个评论上。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次数越多的话，我这边的账号就会亲自删除你的评论。对，这都是确保你的个人资料安全和很多人的隐私安全，这些都很重要。如果还是就是这种状况非常频繁，那么我就会亲自删除你的评论，就是说请加我什么 RC。然后 RC 是多少，然后账号这个部分我就会直接删除，对，因为这都是保护你我，对，就是一种保护，但就是希望你不要一直这样，除非我们有需要，我们就会亲自的寻找你，或者是我们也需要你的联络资料，我们就会例如像是寄信跟你说我们需要你的协助，然后就会寄信给你，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联络。那么如果非必要的呢，我们就不会再联络。那如果你有游戏问题，你也可以在就是我的评论上回应，但千万不要再 po 自己的账号了，谢谢，拜托不要，这都是保护你我安全。好，谢谢咯。好，又在听我呱啦呱啦的。好了，玩我们的游戏啊，吵死了。现在又来到哪里了？我可以边讲边玩哎、欸。哇塞，来到一个好阴险的地方。哦，好像是玉做的哎、欸，玉环。哎、欸，哦，喷火。等一下，这个会不会喷太远了 ？Observe， 观察，学习，应对。哦啊！我不会应对啊！不公平啦，重来。先看好他的那个火球。欸，他会二段式喷火焰。哦，他会就是有一段阶段是短的，有一个阶段是长的。好，被我观察到了。哦哦哦哦哦哦！这边也有。吓死人！那里面有什么？按 C， 我一直在按 F。哦，哇，
中间的路开了。不会是突然喷火了吧？这里可以进去，钻小洞。哎，挑战哎，是挑战的牛蛙洞，进去看看好了。不知道挑战什么，反正可以增加玫瑰花。There's no time to waste. There's no time at all. 快来不及了，要干嘛？在限定时间内哦。螃蟹加螃蟹，来炸我！哎，痛哎、欸！哦哦，等等，这也太突然了吧！哇，等等，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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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瞬瞬瞬瞬！哦哦，呵，哇，可不可以用没？哎，痛！呵，撤退！呵，啊，滚！呵，不行，螃蟹太硬了，不能拿刀打。哇！快要被他们吞下去，去了，还没，哇，痛啊！哦 ，hold 住 ，hold 住，是因为挑战模式的温馨吗？好硬啊 ！Come on, let's don't dawdle. You've already missed the train. 你讲那么大声干嘛？都快死了。哦，四分之一，我们还有四分之三可以混。哦，眼睛好大，你戴鹰眼了。好，继续破关。嗯，记忆。Fire, Alice! Fire! Save yourself! Wake up, Lizzie! Lizzie! 哦，这应该是他那可怕的记忆。Lizzie, unlock the door. You'll burn. 那我们现在往哪里走？哦，哦，站好，站好，站好，太危险了。这个会不会喷火啊？有点胖胖的、欸，呜呜，好吧，过了过了 ，OK， 向前迈进，真的很有中国 feel 欸，都是一些玉啊等等之类的东西，什么声音？呜，哇，不公平！等等，我锁定目标选错了。哇！快被他们打去！你刀子算什么？喝汤了！哈，终于！哦，吓死了！赶快走，赶快走！哦，这又是哪里？哦，又在转，吓死！嗯，继续向前迈进。有那个空气中的点点，我都以为是可以这样修成，然后就会有那个，你懂的。哇！焚烧了，是要看好。哦，他现在是喷小火。然后该怎么办？借我站一下，借我站一下，站转转转转转，不行不行，我想要点子。站在他头上，哈哈，怎样嘞？头上就没问题了吧？哈哈，哎，可是这样不对，因为门没开，算了，门没有开，应该是往这边吧。打开神秘的蜂窝之门，里面有什么？拉动链条。
怎么那么远？所以还要再踏过去压那个板板，就对。那这个板板不会提高啊？呜、哦，换下一个。呜、哦，两边都在喷火。等等，不要这样啊！我还要踩啊，很恐怖。这个要抓对顺序，不然会错塞。先喝杯水。所以要怎样踩着小兔兔？看我一次就踩到你头上，算了，冲啊！哎、欸，这是哪里？互动，跟一幅画互动，应该就是变成2D 模式吧。The belligerents, without true cause or purpose, abused and murdered their Pacific victims, whom they hated for being different. 所以这变成二 D 模式。The invaders corrupted the vivid world. The assaulted could not comprehend the masses' brutality. Still, they stayed on, trying to placate their oppressors and recover their past. 他会喷火。The interlopers attacked at intervals instead of killing them all. 会射箭。The wretched survivors. 好像也不是会追踪人的箭吧。Is there a worse fate?跑跑跑！哎、欸，不会这么刚好吧？还真准！所以他要先射到这里，然后再站这里。嚯！呜、哦！哦，过！那么。还有什么？哎、欸，哦，花色火球。哦，他快发射的时候那个。哦，这个一定要抓对顺序，不然会错塞。好、哦，这边发射了。然后，喂、欸，哎、欸，夹在石头缝。哎、欸，等一下。夹在石头缝错了吗？我还在想象夹在石头缝的感觉。哎，对，哎，在空中也可以这样。我就不信这样还可以。啊啊！好，算了，我这次认真了。我要来认真喽！我要来认真了。好啦，这次真的要认真了，认真。他飞过来之后就缩小，一定可以躲过。哈，躲过了。然后上面的也 OK 发射了。所以我先踩到这边来，再来就这样，蹦，然后再这样，然后缩小，然后走进来，一直按着缩小。好，跳跃，跳过去。等，我又手残了。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呵，哎，原来他头那么硬。好吧，这次还有什么？火焰，通过火焰，飞翔，通过火焰，呜、哦，一定要看好，不然真的会死得很惨。嚯，哇，我刚缩小有用吗？哎，可以，太好了。缩小，有缩小，躲过了。缩小，呜、哦，差点中，差点就射中，吓死人了。哦，好险。哦，再来，按 C， 啪啪啪。好，继续向前迈进，至少要把这个部分玩完。哒哒哒哒哒哒哒！呜，他会不会我走过去的时候突然掉下来？哎哎哎！等等等等等！啊！
这个又要点漂浮技术了，对吧？我好像飘掉两次。哎、欸，好啦，我再练一次嘛。有点难哎、欸，这地方谁设计的？飘来这里，然后再飘来正中间，然后应该不会有事了。不是已经啊 ？Try again。哎，先飘一次，然后无脑旋风，然后再飘一次，再外加个无脑旋风，然后再飘第三次。哦，哎，没有碰到，太好了。Yeah。这是哪里？无脑。我发现这个踏板呢、啊，你会发现两个其实有个很可爱的小萝卜、欸，哎，是什么可以吃吗？按 C 收集桃子。为什么那个声音那么恶心？等等，我看到一个很秘密的东西在这里。哦，拉下拉杆，我可以开启什么？哦，它就这样下去了，那意思就可以得到桃子吗？按 C 收集桃子，耶、yeah ！桃子可以干嘛？哦，飞翔，飞翔，再飞翔。这边是不是还有东西啊？小房子，桃子，好像就没了。他要这样给一个桃子。哦，好，继续向前走，看前面还有什么。房子快倒了。啊，怎么放大？欸，好像又是一个抓时机的地点了。哦，躲过了。那下一支箭它会落在啊，这样又要重新挑战了。那下一等它射完，出发，冲啊！这次他会射箭射在哦，直前面跟那边都有，所以我动作要更快。先跳到这边，所以他发射了，出发。好险，躲过了。呵，过了，行了，桃子，我不会放弃你的桃子，把你刻完再走。好，走。吓死人了，应该过了吧？耶、yeah ！哦，找到了这个虎口。黄蜂大鸣飞上空中时，请提防它接下来放出大范围的攻击。放心啦。哇塞，这个雕像太可怕了吧！继续往前走。好吧，我们今天等一下，什么东西？好吧，可能前面有东西。哎，小可爱。哎，等一下，不可爱，因为你出现两只。呵，不会吧？哎，你打到你朋友了。哎，他打那么多次，你朋友不死啊？呵，哎，你还打你兄弟？哦，呵，哎，来不及，快死了，糟糕。我该如何是好？不要靠过来！哎，美丽的圣洁啊，悲剧！大家继续啊，废话。不公平啊，他们俩一次来两只哎，哪里可爱？真是的，我要认真的，先准备好我的枪械，马锤比较快。OK， 好，来吧，什么烂怪物？哎、欸，跳过动画，来吧，直接来好不好？谢谢。来，呵，快死啦！凶！觉醒！不要逼我！我时间有限啊，一直往后退，奇怪。哦，痛！真的很痛！
来不及了，哎，好痛，真的超强了，哦，好刺激哦！被敌人包了吗？用马锤开路吧，才怪！我用马锤觉得好像找死。好好好好，我这次要认真了。觉醒条件只有在剩下一朵玫瑰花的时候，我才会按觉醒。好好好，就这样说定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在砍哪里？来，来，我先不跟你玩近战游戏，我跟你玩雨伞游戏。哦，他拆了他身体，快点发射！先破你的防御 ，OK。呵，呵，闪躲，哈哈。呵，哎，他就这样挥了我一巴掌，我就这样去了，而且去了还不少次。为什么蚂蚁要遭受如此痛苦？哦，值得挑战，值得挑战，我一定要把它给狙了。不行，没有把它狙了，我心情不爽。我要把你给狙了，你狙我狙，大家一起狙。不行，我要活着，你狙，好，你狙就好。跳过动画，来啊！哎，这样不公平，我一开始生命就很少哎。呵，玉米浓汤，哇，真的。要先破除防御才行。呵，呵，呵，呜，啊，呜，你剩一颗头，不要再，不要再 hold 了，你 hold 不住的，你 hold 不住你，哎，糟了，糟了，糟了。你 hold 不住，你绝对 hold 不住！哇，痛！呵，呀，丢得很爽吗你？我不发威，当我病猫？呵，还跑出来，还出来，下去！无耻，太无耻！OK， 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那剩下的部分应该，我们过去看看好了，要不然上面是哪里？好，算了，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OK， 就这样，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